美军一架 P-8A 反潜巡逻机24号穿航台湾海峡。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，美方行为危害台海和平稳定，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。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，美一架 P-8A 反潜巡逻机24号穿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空中和地面兵力，对美机行动全程跟监警戒。美方行为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局势，危害台海和平稳定，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。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